以前记得来这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？这边风一吹，那个樱花都会落下来，很漂亮。来，摄影师，你把樱花拿下来。好，这个这边的感觉。快点！来，再次来，三。来。啊？有可能吗？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小虎，你来录，谁录你来？还瘦。来来来，我看我抱起来，抱起来，手可以到这里哦，有没有？好，是这样子啊、哦，好。嗯。哎，妈妈过来，妈妈过来。哎、欸，有。哦。你看妈妈比较瘦，你要说啥哈？啊？谁叫你这么粗？谁叫你这么粗的？哇。小心一点。还有还有。发生什么？这叫变态，变态捕樱花。慢慢放大。特写了，特写樱花雨。